演员朱金海。欢迎两位。这部影片获得了首届农民数字电影节最受农民欢迎电影的第一名，至今已经放映千场。哇哦，恭喜恭喜。这个一般啊，明星一走上红地毯啊，连我也晕乎。你比如说两个冰冰搁一块儿，范冰冰李冰冰，我也是经常搞不清了。为什么呢？一上红地毯比他们在荧幕下边更加辉煌更加漂亮。那您今天能搞清楚两个经纬吗？两个经纬我现在目前还能搞得清。是一个经纬一个经纬哈。好好了，接下来又踏上我们红地毯的是，让我们来期待着。现在我们看，我们朝我们走来的是著名导演尹力。哦，那就是我们的铁人剧组啦。这个把王定喜的《仙境世纪》再次的搬上荧幕，这是尹力导演继张思德《云水谣》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啊。跟他走在一起的还有铁人王定喜的扮演者吴刚，还有马苏和白静两位青年演员。其实对于马苏和吴刚，大家特别熟悉了哈。潜伏我们认识了吴刚。梅兰芳中的费二爷也是吴刚老师扮演的。其实吴刚跟上海的观众见面晚了20年，早在20年前我们上影厂要拍《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曾经选他演毛主席来的。是的，谢谢。好，接下来踏上红地毯的是《心流三姐》的剧组。我们看看现在给我们演绎这个《心流三姐》剧组的都是哪些艺术家。我们现在看到上影的导演朱峰带着他们的摄制组走上我们的红地毯，走在前面的是这部戏的男主演苏有朋。苏有朋最近很忙啊，今年已经拍了3部戏，一部是《心流三姐》一部是《风声》，还有一部是刚刚结束的《孤岛秘密站》。跟他走在一起的是刚刚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称号的车永丽，也是这部戏的主演。走在他们身后的是英皇旗下的演员孙祖阳，还有青年演员钱柳莹。今天有很多的剧组都会踏上我们的红地毯，刚才我们看到了几组已经是受到我们热情影迷们的欢呼声和热情的掌声了。是的，接下来会踏上的是哪一个剧组呢？我现在不管哪个剧组踏上来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种热情了。现在朝我们走来的是用心跳剧组，我已经看到了关锦鹏导演。是，让我们欢迎是著名导演关锦鹏和他的团队，欢迎各位。好，跟关锦鹏导演走在一起的是王永祥、王欢、江一，还有戴小军先生。是的，还有周展先生，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请签名。是啊，红地毯到这个时候啊，就是热情万分，能感受到我们。你看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是，而且这一次关锦鹏导演带来的新人呢，都还是上戏的在校学生。